继承了 JRPG 巅峰血脉，同步推出繁体中文版的《异度神剑二》，与终于获得正式代理的 Nintendo Switch 主机一同在台上市啦。咱们的冒险舞台是被云海所包覆的世界，人们只能居住于巨大的巨神兽身上，争夺稀少的资源。就在此时，一个名为雷克斯的少年与被称为天之圣杯的少女燕许下了一同前往乐园的约定。旅途中，大家将会游历气候和环境都不尽相同的巨神兽，自己探索广大的地图，寻找隐藏的景点和宝藏。当遇上强敌时，就会由负责进攻的建筑与一旁辅助的神剑两人一组，无接缝的展开战斗。过程中自动进行的普攻会累积发动战技所需要的量表，玩家也可以藉由走位来强化战技的效果，给予额外的伤害。而发动战技又能触发更强大的必杀技，让建筑彼此联系出击。看似简单的战斗，却隐藏诸多细节，很容易手忙脚乱呢。另外，建筑也可以触摸核心水晶与更多神剑同调，或是累积信赖度与完成挑战行动来强化彼此的牵绊。相信不论是剧情派还是系统派的玩家，都能够在掌握良好平衡的《异度神剑二》里，享受一场刻骨铭心的壮大冒险哦。